云林县屯堡乡的凤阳国小，虽然是一间将白色人的学生的夜色好教，不过认真从事同样的品德和艺术教育，去年是得到教育部办的品德教育特色好教，今年又再过得到教育部的评鉴组艺术教育贡献自由好教，家长对好教连续得奖都吃到当天听。第一年级的学生表现太过，凤阳内边去到好教参观。总年级批谈无期哩哩，展现出家条的学习成果。凤阳国小虽然将有大些别的学生诶，不过有六个社团，学生诶人文艺术教育都丰富。有足球跟肢体，战鼓社跟画画社。教育方式是比较多元化，可以让孩子接触不一样的，生活的一些体验以及学习，然后对孩子来讲会比较快乐的成长。凤阳国小虽然是配合乡镇的社会教，不过当初建的传统一套品德、信用一条全人教育。1905年得到教育部颁的品德教育特色好教，1905年得到一套彭沙奖韩国讽刺霸凌完全好教。下一步的这个得到艺术教育贡献奖国小组的自由好教。去年我来的时候呢，是祝贺他们得到这个校园品德教育奖。今年再过来呢，他们是得到教育部的艺术教育的贡献奖。可见得了哈，这个学校的这个教学，它的发展呢是非常多元，也非常的丰富哈。学校里的哈是偏就到艺术的课程，拢唔受限。吼，过来咱甲沙丘吼，做铺都偏瓦汤，小组吼因为好做长的物件，所以讲小组具有自信心，嘛具有勇气的，搭偏向的小组有无同款的味道人。另外，伊多家长同关心的小教甄评政策，与你民众李清勇讲，教育部基金法公文外国院士停止办理，故所本段八三年唔快办的规定没签订呢。也就算将有一的学生诶，免费开班，云林县会配合教育部的政策。下个新闻李新龙，云林报道。